世界各地的观众大家好啊！就嚟开波啦，球员好快都出场噶啦。呢场比赛是阿根廷对葡萄牙。大家好，我是伍家谦，今日就为大家评述呢一场比赛啦。我都好开心啊，可以同 Key Man 做拍档，佢有好多年的丰富广播经验，大家都知啦。今日跟佢学下嘢啊！哇，家谦啊，你咁讲啊，其实我都是睇你讲新闻睇大。不过咧，都好开心啊！今日能够同你拍档，虽然我好多年冇讲噶啦，都要出嚟讲下啦。嘿，话咁快，场波已经开始咗啦。阿根廷对葡萄牙，比比好快咁向前传，保罗大班拿，方迪个企位企得好啊！睇嚟就似有機會，不過就俾人阻止咗。個波而家喺美斯度，差唔多到最後防線噶啦，解到圍就好啦。比基尼亞，比基尼亞力量夠啊，贏咗啲球。朗高個波，朗拿度俾人吹越位啊！传个波入嚟，拉弓，再嚟多次，好波啊！希古恩做得好好啊，好快咧就飞埋去个波度啊！有啲人话个龙门咧表现咧时好时坏噶，今日肯定系唔好噶啦。啊！呢场波啊变得有趣啦！耶！有啲球迷都未坐定，已经入咗波啦！呢场波开得几好啊！卢祖。好夠警覺性啊！呢下唔得啦，送個罰球俾人。祖奧馬里奧，斯朗拿度攞到波啦喎！奧達文迪呢個直線靚啊！快速進攻啊！迪馬利亞繼續壓住，保羅大班啊，希古恩呢球波擋得好啊，直接長傳，咦防線有個漏洞喎、啊，高美斯個波而家喺基利斯馬度，基利斯馬帶住個波一路推一路推一路推。喂，把握機會啊！按祖高美斯，嗱，俾你攻多次。成份俾人撞開咗。高美斯，按祖高美斯，斯朗拿度攞到波啦喎！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。嚟啦！都預咗呢隊波係唔會咁易認輸噶啦，啊果然冇錯啊！葡萄牙唔放過咧，對手比失咗個波，一攞咗個波就即刻可以反擊啦。呢場波嘅形勢真係不停咁變緊啊！呢場比賽咧就冇人可以估到個結果嘅，因為兩支都係勁旅，好難講到邊隊有優勢。出界又係界外球啦！呢個波啊掟得差啦，咁容易啊俾咗個波人哋嘅，又係界外球。而家會點咧？迪馬利亞。保罗大班啊！今次啊输俾后防球员啦，不过佢唔使几耐啦，相信就会再嚟过啦。呢个尝试都唔错，不过实在太多人。
美斯，安祖高美斯，斯朗拿度攞到波啦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保罗大班啊，拿到个波，仲有时间，传波弹咗出底线，落球嚟嘅。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美斯有空位啦，美斯嗱，禁区入边咁多球员，好难喺咁嘅情况之下入到波嘅。基尼斯马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呢球波过唔到去啦！朗拿度背住个龙门咧，都冇办法起脚射门啦，因为对面咧 mark 得佢好紧，冇机会出脚。大班啊，一个靓波，比斯望下个禁区，呢个波传唔传到出去咧？班尼加。方迪将个波分去边啊？又将个波踢翻埋去中路喎。斯隆，有冇入啊？仲有机会喎。佢自己都心知噶啦，呢球波啊麻麻地。呢球波其实佢射得唔错噶啦，下次啊。葡萄牙又立翻个波啦！大班啊，有机会突破。美斯呢球波挡得好啊，有机会反击啦！基尼斯马喺左翼落紧嚟啦，斯朗拿度准备要射啦。差少少就有个超级金球出现啦！佢搏晒命噶啦，不过射门嘅角度真系争少少。朗拿度差啲咧就除衫噶啦，可以。今日佢系成个 man of the match 咁噶啦，头先球波争啲入啊！上半场结束，呢场波都好睇，两个入球啊，两队各一个，冇一队可以攞到优势噶。上半場嘅睇完啦，有咩高見先？今場波啊，抵睇啦！入球一個又接一個。踢完上半場咧，都仲係嚇難分難解啊，比數係1-1。下半场开始，葡萄牙对自己嘅表现应该几满意嘅，虽然咧比数啊睇唔出吓，但系最紧要就系唔好失去耐性，等多阵咧有机会有好结果嘅。方迪位置感一流，挡住呢一球波啦，祖奥马里奥。比比好快咁向前传，摩天轮后锤一顶，呢球点咧？搞掂，呢个波入咗。你话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赢到佢噶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。嗱，嚟到龙门口呢啲埋门咧，就应该系咁噶啦。最紧要冷静，跟住咪搞掂。教练呢一个换人决定做得啱啊。嗱，后备上阵有咁嘅着数啊，其他人开始顾。好机会啊！呢球入啦，领先两球都几难俾人追到啦。
值得欣賞咧，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啊，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啊嘛！葡萄牙領先兩球，成場比賽喺佢哋掌握之中啊！係咪要起腳咧？入咗！下半場嘅節奏好快啊！喺正個龍門前面點射都入啦，係嘛？呢個波係射得靚嘅，不過咧都要讚下比波佢嘅隊友啊！呢場波真係越嚟越好睇啊！下半場一嚟就入到呢球波，成隊埋門嗰下啦！比基尼亞、大班啊，大波壓上去，希古恩控住個波控得太耐啦，其實其他隊友都埋緊嚟幫手啊！带到个波上去啦，有冇机会咧？仲继续推紧啊，到底会点咧？传个波入嚟，奥达文迪一脚解围，大班啊向前传出，守得好，佢知道唔俾人过得噶。射门啊！好嘢啊！啱先话失咗个波啫嘛，仲有机啊！守門員表現好好啊！呢個龍門係抵加人工俾佢啦。解圍成功，有冇機會打反擊呢？葡萄牙立翻个波啊，再嚟多次。横传入去，龙门攞走咗个波啦。比斯大班啊，比基尼亚，比基尼亚整脚直线，比斯。有冇機會呢？呢球波真係應該入噶。嗱，成個攻勢都做得好好噶，直到最後嗰腳咧就，我唔係好想講啦。基尼斯馬、摩天奴、盧祖睇得好通透，截走呢球波啦。高美斯直接长传，保罗大班啊，大班啊，传去边线，非常时候梗系有非常手段啦。呢个时候仲讲咩阵式啊、战术啊，去啦，向对手啊送出一份大礼啊！在这个时候做最后一次换人了，他们换了个飞毛腿，看来可以有些贡献。比斯个波现在在希古恩度向着侧翼，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呢个时候咧唔可以咁保守噶啦，系时候咧拱多啲人去前边攻啦。奥达文迪向前传出，个波而家喺希古恩度。嗱喺呢个时候咧，压多啲人上去咧都啱嘅，因为尝试咧想追平啊嘛，后卫都要冒险啦。压到上去咯噃，有冇机会入波啊？因为佢个下身力量够啊，所以脚步企得稳啦。呢个情况佢处理得唔错啊。
巧妙嘅传球啊！嗱，班后防冇乜压力咧，所以可以压前啲啦。不过一失咗波就有呢啲危险啦。美斯、比基尼亚，呢个时候咧唔可以咁保守噶啦，系时候咧拱多啲人去前边攻啦。希古恩接得好，看看他们想不想到解决方法了，时间就剩下很少而已。摩天奴向侧翼传球，祖奥马里奥横传，比基尼亚踢走个球，这球怎么样？好波！喺呢一个时候入波，点睇都搞掂啦！原来啲球员之间有条罅喎，真系你唔射穿我都睇唔到啊！龙门啊，更加冇办法应付啦！葡萄牙领先两球，时间无多，睇嚟场波分咗胜负噶啦！呢个场面一般球员都放弃噶啦。唯有靠那些見慣大場面的老將啦。這個是最後一球，遇上逆境就應該是這樣的了，真是非常扣人心弦的一次反敗為勝，他們都是值得贏這一場球的，真是峰回路轉啊！不禁要說一句，球是完的。喂 ，Keyman 啊，呢场波真精彩啊！嗱，佢哋趁对手咧系领先紧嘅时候咧放松咗，即刻把握机会咧反攻啊！结果尽地一煲咧系得咗。好啦，节目时间够啦，我伍家谦同我嘅拍档 Keyman 咧一齐同大家讲声晚安。Señoras y señores, la secuencia de la jugada de la ciudad en el juego se sigue y no se les sale. Muchas gracias.